现在在冲绳的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就是最近新兴的一个景点叫濑长岛。然后它这边是一个非常的地中海风的建筑。然后因为万圣节，然后所以有万圣节的装饰，然后非常适合就大人小孩一起玩。然后因为今天有点下雨，可是不用担心，这边有很多咖啡的店家，然后很适合给大家一起拍照这样子。准备。来看外面，看镜头。嘿，对，这边还可以看到漂亮的海哦，非常的美丽，适合大家一起来环游。